下面是中场休息的时间，让大家放松一下，让我们有请郭德纲、于谦。男神了啊，谢谢吧，哦，受累了啊，哎，这你这排在他后头啊，可以，哎呦，送花来着，嚯，于老师，哎，你看人家送咱们的菊花多好看，哎，聊聊您收着吧，哎，谢谢吧，又来，哎呦，了不得了啊，这是什么呀？我用你说啊，这还有于老师，您也接两句啊，哎，给拿来的啊。嗯，快回去吧，座儿丢了。嗯。哎，了不得了，哎呦，又来菊花了。啊。啊，好，在那儿待着吧。待会儿演完让他过来吧。我在这个台上干了快10年了。嗯，每次演出啊就跟进货来似的啊，都得拿点回来。来就来，千万别花钱。是，咱实话实说，花这么多钱买这花，嗯，搁不了几天，你知道吗？你说买别的，你也不知道我喜欢什么，是不是？那怎么办？就不如把钱给我。谢谢，哎呦，又还有绕过来的呀，这可是菊花，我告诉你。看着就过瘾，那是啊。这北展门口所有卖花的，嗯，屋里边都供着我的相片啊，拯救他们了，那指着我够吃的了。这场节目我特别开心，怎么呢？我这个心情啊，就跟拆快递似的。什么？明知道里边是什么，但是还很激动啊！就那么期待吗？说相声的有这么一个机会，对我们来说不容易。是，其实最难就是我们这个行业。怎么个难法呢？艺人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。哦，哎，这个活到老学到老，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行业。这底蕴嘛。你到现在每天没事我还愿意看看书。哦，还学呢？甭管诗词歌赋、古典文学啊，都得看。哦，啊，都得看。你看那个，我最爱看的那个什么呀，《封尘榜》啊。这个书虽然说是明朝就有，但是明朝就没有这个。怎么没有啊？《封尘榜》啊，姜子牙吗？《封尘榜》吗？姜子牙那叫《封神榜》，您看的那可能是《封尘榜》啊。封什么？《封神榜》。封神榜，对啊，看封神榜啊，还有吗？什么四大名著啊，三大预言啊，这都爱看。我，你先等。哎，我这都新鲜啊。怎么呢？四大名著我听说过。四大名著啊，三国、水浒、红楼、推油啊，这不，我打6岁我就。不是，您说的还是封神榜，知道吗？怎么回事？你成心是吗？那什么叫推油啊？叫什么油？西油。忒爱看西游了，嗨，您这个词儿用在这儿太不合适了。四大名著啊，西游，三大预言。三大预言我没听说过。你没上过学啊？上学讲三大预言了吗？三大预言呢，都是什么呀？农夫和蛇，东郭先生和狼啊，郭德纲和他的徒弟们。哎呵，就这后边这最热闹。嗯，这我都爱看。是啊，对，大伙儿也都爱看。那是啊，爱看是为了什么啊？是为了把相声说好。哦，但是你说这么努力，在这个台上，郭德纲只占20%，
你才占20%啊。就这段相声，就这个舞台上，我只占20%。那剩下的呢？剩下80%，嗯，是于氏家族。倒是没少说，于谦啊，于谦的爸爸，于谦的媳妇儿，于谦的孩子，哪个也没落下。那是他们家占80%。哦，比例。但是实话实说啊，嗯，我一定要解释一下。您说说吧，说你说相声干嘛非得说人家家里面呢？哎，对，这您说说。我们从相声的专业角度来探讨。嗯，好过瘾呐！哎呵，这是专业的角度啊！你知道多开心的，真的。那就是你开心。那话又说回来了，嗯，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，是吗？就我们两个人，嗯，有没有这个桌子也说相声，有没有这个大褂也说相声，这是无所谓。我们不像人家电影、电视剧、话剧、小品，嗯，我们一切都是虚拟的。哦，演话剧说这儿有一冰箱，你必须有一冰箱，道具吗？我们这儿没有，时间、地点、场合、人物、矛盾冲突、喜剧包袱，全是我一张嘴描绘出来的。这说难就难在这儿了，而且我们要求观众最快的速度进到故事当中来。哎，你要是演小品，我们进入一个人物，那个比这个简单。哦，他要真要演小品，省心了就啊，是省心了吗？比如说我们俩演小品了啊，我占一胡子，嗯，我演他祖宗，哎，然后我中午下班回来，他是我说孩子正吃饭，不是你先等一会儿，咱俩还是踏踏实实说相声吧，这辈儿下去的还少点儿，知道吗？观众有的时候也是也一时糊涂，老以为我们说的是真的了啊，说这么些年老认为于谦的儿子是我的列位，我能承认吗？不承认，不是不承认还是是。我能认为那玩意儿那是真的吗？对不对啊？这本身就不是真的，所以你一定对孩子好就行。你哭怎么了？就是有时候，比如有时候写作业要是啊慢了，孩子晚上累了，你你也别说，你行，不带您这样。还有人说你台上老说谦嫂如何如何，啊、列位。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，这话对。台上无大小，台下立规矩。哎，台下真见了嫂子，咱们规规矩矩的，应该这样。嫂子好，你瞧这多规矩。嫂子也很大方，是吗？死鬼呀！哟，你怎么不上家玩去了呢？那咱得客气。是啊，最近这于谦在家里，是客气吗？你就这么客气啊？这就是开玩笑。有这么开玩笑的？人家两口子的交情，针插不入，水泼不进。哎，我们基础好。人结婚的当天，我们看着都感动，是吗？当年他结婚那会儿，我在外地，我拍戏呢。婚礼啊，于谦结婚，我说我必须走，哦，我一定得去一趟。嗯啊，风尘仆仆打云南赶回来，嚯，他都愣了，嗯，以为你来不了呢。我什么话？嗯、什么话？必须得来，对不对？哦，婚礼上我还讲话呢，你是得说几句啊。希望谦哥的婚礼，嗯，越办越好。哎，啊、我是一年一次是怎么着？说这意思，发自肺腑的祝福。就别拜了。中午大伙儿一块儿喝着喜酒，吃着饭。嗯，我们这儿还没喝完喜酒呢，两口子手拉手走了。我们上哪儿了？马路对过有一纹身的。我们纹身去？要纹身，也够没溜儿啊！就是要把我对你的爱纹在身上，刻骨铭心。这一屋子客人。喝酒吃饭啊，哦，人两口子马路对过了，纹身啊，一进门啊，嗯，谦儿，纹身，哦，纹身那小师傅，嗯，哦，于老师啊，认识我，纹身呢、啊，哎，对对对，嗯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儿个啊，我结婚，打算纹多少？今天，因为跟你说实话啊，我们两口子今天嚯，冬天去的啊，光膀子啊，哎，光膀子趴在那儿。有字，来来，快啊，赶紧往上纹啊！嗯，纹身这师傅吓一跳啊！是啊，不是您看看，您挑这画儿，挑对呀、啊，挑这字儿啊，纹什么呀？纹什么呀？啊、不就我说你写，我来。嚯，这么即兴啊，这玩意儿！啊，纹身这师傅吓坏了啊！我的天，来吧，真写呀、啊！拿着这个啊！哦，您说吧，您说吧啊！是啊，我叫于谦，我今天结婚。啊，我娶媳妇儿，嗯，男方叫讨老婆，哦，我特别开心认识我太太，以后我们俩要好好的过日子啊，我不会对不起她的啊，是说瞎话是个小狗，对不起她，天打雷轰，快谢，咱精炼点不行吗？这个，这小师傅呢，初三都没念起来，那还干这个呀？对，这个
文化水平有点问题哈。哦，啊，你随说他随写，那就写，就难免有错别字什么的。还有错别字，有时候写完了又划了了。别划呀，画一叉都行，多疼啊！还有汉语拼音都有。好家伙，啊，这一后背啊，先补课去吧，让他。这一后背满满当当，全满了。好家伙，最后一个句号纹完了。嗯。于谦倒在血泊中，我能活着就不错啊！嫂子感动啊！是啊，没想到这嫁了个疯子，哎，这是感动啊！那个什么，我也纹，是他来的吗？老公这么爱我，我也纹。你纹什么？我跟你说呀，啊，哎，大宝。写不了那么多字，知道吗？他瘦啊，瘦也不行，不用你他胖呢，媳妇瘦，啊，这想着腿上横着都有啊。这没有，把纹身这师傅吓得呀，那是没见过啊。嫂子也弄一光膀子啊，嚯，来，指不定谁是疯子呢啊，来，快点，纹身这直哆嗦。那是啊，要不你们俩杀了我吧？哎呀，人家都看不下去了。那个，我给您弄什么呀？是啊，那个，我老公那是什么呀？啊，你老公不在雪里躺着呢吗？哎，自个儿看吧。我叫于谦，我今天结婚特别高兴，嗯，一定要对我媳妇好，嗯，啊，北方叫娶媳妇，南方叫讨老婆。就别说俚语。括号完啊。然后以后对他好啊，说瞎话，天打五雷轰，说不是小狗都写着吗？哎，就这意思。啊，你好，你给我这儿纹。好的。哎，那你问那么些这干嘛呀？就俩字儿到他这儿。于谦醒过来看看。啊，不满意啊。多新鲜呢！好家伙，我这后背跟字帖似的啊！你就来个好的。嗯。好的，还这么点小字儿啊！我这后背真草隶篆名人字画全有啊。还有叉子呢，媳妇儿，你这样就不合适了啊！怎么还有汉语拼音这玩意儿啊？是啊，你这样，你得好好的表现一下。这怎么表现啊？你得写上怎么爱我在你身上。哦，媳妇儿说那就来就腰上吧，腰上纹啊，我爱于谦。啊，这也行啊，这对。纹身的说那只能在腰上，怎么呢？因为他后背还有别的呢。我爱王二，我爱李小五，全爱。我爱张三，我爱伊万诺娃。行了行了，我爱米斯的孙。不错，给我写的靠下就行。那行那行，嫂子这后背跟百家姓似的。好家伙，还有副姓都有啊，还真全。最后在腰这块空地写上，我爱于谦。行，有我就行。两口子这回来过日子，过了现在，说句良心话，台上有时拿嫂子开玩笑是逗着玩，是吗？真见面真不敢。是，人家俩人那个两口子好的跟一个人似的，是不是？嗯，就是今天你看了吗？现场这么些人，嫂子没有时间在台下坐着。在后台跟着忙活，干事儿啊，就是德云社的事儿，里里外外他媳妇儿帮着张罗，以团为家。其实来了这么些客人，竟是嫂子帮着接进来的，是吗？啊，就在这几个门接这些客人啊，有人的时候就接进来，没人的时候自个儿能抓把瓜子儿引门框等着。您说点接客呢？那不是接客人，知道吗？你这人啊。这就没意思了，有什么废话？什么大喜的日子，你我说什么你都点头，就凭什么呀？我真的，你看这台下，你看看这鳌拜人家是不是啊？多好啊，净接自个儿人了。那是啊，因为接自个儿人，这可以打一八折。没有折扣。后边就是来了好些人，嗯啊，好些位都是我们这些年围下来的朋友，是交情，看着发自肺腑的感动，可不是何德何能啊啊！而且今天来的嘉宾还有原来说过相声的哦，原来说过相声，后来不干这行了。但今天赶上这个日子，我一定还要说一回相声。你瞧瞧，哎呦，我眼泪都快下来了啊！是吧？啊，我心说怎么还有这么不知死的鬼啊？哎呵，这叫什么话？人捧场嘛。但来这人，你认头让他来吗？当然，人家这是热情捧场啊。他比咱们可大一辈儿，咱叫叔，别管他叫叔啊。那也行啊。那个，我认为你还让他来吧。当然得来，因为咱这个婶儿可漂亮了。哎，是啊，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刘威。哦，这个音乐听着很悲壮啊，
我负心肠，反正是，但是我出来的很猥琐，哎，因为这个大褂不是特别合适，显得我胸太大，有点勒得慌。我们倒没看出来，是吗？哎，什么眼神啊？这么大胸都看不出来，你没这爱好。您那手拿开了，是不是就呼噜一下子？攥着两瓶矿泉水喝着呢。我走了，你们还得擦这台。嗯，我得着重介绍一下。不用着重，哎，慢慢介绍就行。得说，您各位可能知道，哎呦，演电影、演电视剧的刘伟老师是，但是在我们这个行业内部，我跟于谦我们这个身份的，嗯，应该管他叫一声师叔。对，这个辈分。哎，他从小说相声，在吉林学艺。嗯，他的老恩师是马静博先生。哦，说马静博可能你们不太清楚。嗯，马静博先生的父亲是马桂元先生。嗯，马桂元先生的亲弟弟叫马三立。哎，对，真是有传承的。对，这是正经马氏相声的传人。对，像我们这房的比他小一辈儿，嗯，得叫一声师叔。哎，啊，您跟谢楠要演电影那故事，你是吃了不好的东西了？哎，对，师叔应该是啊。对啊，那个这个啊，可以不这么叫了，早都不干。来来来，辈分在我们这行是这样的啊。是慢说您不干这行了，就哪怕说您枪毙了，或者是干嘛非得枪毙了？就是啊，自尽了，不管怎么没怎么那么辈分。就我们哭的时候也一定会提到这个辈分。我凭什么呀？无气也能孩子还小呢，哎，有我们呢。别看不干这行，我们之间的交情特别的好，相当不错。啊，那是肯定。那时候很疼人，嗯，就不像快六十的人了啊，嗯。不许说我的假岁数，不能说，不能说啊！六十是假岁数啊，嗯，七十多了。我再到十年的时候，就是三十周年的时候，你给我也预备一轮椅得了。行嘞，您得担架啊，那得能立起来那个，啊，捆上啊，给您啊，对，还怕坏吧？我是回民。这担架跟民族没有关系啊。怕宰喽，主要这些年没说相声，您还想这行吗？想啊，要不怎么上这儿来了？罢了，主要是想你们。这句话说的心窝子里边是，净拍戏了。嗯，当然说相声拍戏也不少。对，你包括谦儿，其实也没少拍戏。我们俩就拍过，是不是？但是咱们仨也拍过，业余玩。我就是跟着起哄。是，谦儿那些年正经拍过几年的戏啊？对对对，拍的那个电影《他的男一号》是，电影叫《寡妇》。男一号，我演寡妇。这个开篇儿一开始啊，就是一个坟，啊，那碑上啊挂着签儿一个相片儿。哼，然后整个故事是这女主人公怎么不容易带着孩子，然后这么一个题材。男一号就一镜头，嗯，这有稿酬吗？这还要什么稿酬啊？看得清楚就不错了。哎，拍过这戏，后来还拍了一个戏，也是于老师的男一号。啊，还是那个电影叫《墨》。哎，这个比较高深。哎，什么意思？男主角拉着墨周游世界。我演驴是吗？反正是一圈一圈的这么走啊。那周游什么世界呀？后来还拍了两个戏都没让播。什么呀？一个是《舌尖上的足疗》啊。多恶心这戏拍的。啊，翻译成那个英文名字，这片子叫《咸滋滋》。哎呵，不让播。废话，还不让看呢，这是让看，让看，让看，是啊，我们都偷着看过了啊。还拍过一个叫《来自东莞的你》啊，这是不让播那个。到东莞就不干别的了，嗯，干点别的，就是那别的出事了。你们最好照词儿说，你们不要连累我啊。当然要说正经拍戏，嗯，得说是威叔，那是专业的。演那戏我印象最深的有一出叫电视剧《唐明皇》啊，对，有这个吧？有这出，是，这是人家是男一号，哎，对，啊，嗯，唐明皇，李隆兄，哎，对，啊，这个隆兄是皇上名，别说了，错了，不对吗？隆基，嚯！这个当年这个尺度就这么大呀，不该上来吧，弄不好就掉沟里啊！你是一直就在沟里边了，
说的太亲切了也不好。挺好挺好啊。嗯，过去老话说隔行不取利，嗯，说你说相声就好好说相声，说相声指的拍戏能红能挣钱，不可能的事儿。哦，串行了。但现在讲就是隔行取利。嗯，人家这儿做到了，跨行多好啊。嗯，我有一朋友也是这个隔行取利的典范。谁呀？实际上就是属于是跨界营销。现在说怎么？我有一哥们儿就是原来卖糖的。哦，卖糖。哎，后来呢？后来卖胰岛素啊。这点钱不够这孙子挣的了，还让一帮糖尿病人给打死了，是吧？多缺德呀！这隔行要取利啊！您给说相声的露脸了，是？哎，不敢这么说，真的怎么说？当然，我也为咱们这个行业做了贡献。您有什么？那是贡献。我让相声界团结了啊！自从有你以后，只分两派。这么大岁数不要瞎说，你这是喝酒了。您哪年来的北京？您还记得？哪年都来过。哎嗨，最初来北京，最初来北京早了。嗯，你们还没生，不是你还没生呢？没生着二的呢。那您没来多长时间？啊，七十年代。我的七几年，这个老艺术家。有点老吧，那会儿是从吉林长春。对，其实当年那是正经铁饭碗。对，妄图混入北京啊，专业的曲艺团，一个专业的相声艺人。嗯，啊，说他不干了，然后跳出来干别的。没有，是被你们说相声挤兑的，我干不了了，我就不干了。哦，东北说相声也这样，都这不是啊？实话呀。这个、都有不正常的时候。对对对对对，应该这么讲。但是到了北京之后啊，还是放不下相声。没错啊，你想去学这行那么些年了，专业院团又待过，他能不爱相声吗？嗯，对。到了北京那会儿，据传说还认识一个北京的说相声的小姑娘。嗯，哦，说相声的小不期而遇，你这都该着的事儿啊。那个北京市昌平县，沙河镇大王庄二沟子村曲艺队队长。官不小，有一姑娘啊，嗯，女说相声的，嗯，两个人在一起经常排练节目。哦，那会儿威叔还给人排练呢。是啊，啊，你这个普通话说的不行。啊，这是批评了。那是人专业院团东北来的，我到北京主要是要学北京话。人家女孩谦虚吗？就女孩老北京啊，是吗？看她乐，你说撒不中。哎呵，俩外地人跟这瞎说什么相声呢？哎呀，天天在一块儿，这个玩意儿啊，这个老话说得好，嗯，日久了生情啊，不是这么说。咱这是要播出的吗？这台晚会，这挑着播呗啊，中间别加字儿啊。哦，日久生情，日久生情啊，听着还别扭。您还是加上那字儿得了。日久生情，在一起，男男女女嘛，啊，这个干柴烈火，又何况那个十来岁正是那个岁数，嗯，何况又是个春天，是吧？嗨，正是交配的季节。哎，我这可得播出啊！当然，这今儿这台晚会那个优酷也录了，网络可以。哎，对，网络可以，谁说的？啊，网络可以，就剪这点播出啊。能播的在东方卫视，不能播的在网络。哎。我是把优酷喝出去，反正当时是有这么回事儿。嗯，那会儿情窦初开，一小姑娘一小小子，俩人在一块儿很好。嗯，到后来魏叔鼓足了胆子，我要跟你出去春游。哦，那个年头，哎呀，春游，搁到现在的孩子，春游啊，有你个头啊！是的，那有闲工夫啊？当年就单纯。哦，我约你去踏青。嘿，俩人就约了在那个八宝山附近那儿。那地方有青可踏吗？那地方就体验人生呗。啊，那会儿乍暖还寒的时候，嗯，春寒料峭，正是二三月，八宝山那不是有炉子，暖和点。哎，小伙找这地方。哎呀，那魏叔含情脉脉拉着人家，嗯，哎，那谁，那跟你说点话，嗯，干啥？啊，明天我带你上八宝山玩去啊。我会带我女朋友一起去的。嗯，诗情画意，我会带我女朋友一起去的。嘿，哎，姑娘看看。嗯，中。哦，我也带着我男朋友一起。哇，
转天早晨4点半，鬼呲牙那个点儿，冷啊！这俩人在八宝山相遇了，嗯、啊，拉着手，我女朋友来了，嗯，就是你，嘿，姑娘很感动，嗯，我男朋友也来了，哎，在那边停车嘞，哎呵，真来一位啊！后来给打出北京去了吗？啊，哎、回长春了啊！这一晃这么些年啊，嗯、不管怎么说。今天您能来到我们这个舞台上，嗯，让我跟谦儿这么高高兴兴的捧您赞美您，我觉得我们很高兴。我还能说点真话不能了？怎么了？这是捧我吗？这还不是捧您啊？嗯、啊，我觉得不错，挺好。挺好。就没有可捧的人了吗？非捧我不可吗？我们捧谁都这样，跟您说话这还是客气。哦，还有呢，因为自己人啊，不合适。这主要是因为您是长辈，我们才敢跟您开玩笑。对，说别人说的那每句话都得带血，真的啊！一看您穿红大褂就算了啊，出了血也看不出来。那原来这是个白大褂啊！嗨，借给他们穿的，染的这样啊，还没上台就变色。那是那是啊，谁来我们都敢这么说啊，何况您是自己人呢？哎，好吧，那我就算这个借这么一机会啊，非常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因为这个确实。曾经说过相声，说实在的不是很争气，说不下去了。您客气。然后就无路可走，然后就觉得影视圈比较好混，就混到了影视圈了。那个混来混去呢，也不是我有多大能耐。这个就像德纲也曾说过啊，他也就是20%，对吧？那个我在这个剧组呢，连2%都不到。哎，我就这么一个人。剧组好些好些人，然后大伙儿呢就拍这么一东西，然后我呢突然就不知道被谁给认识了，然后就成了现在这个样了。所以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一个人做成的，也不是两个人做成的。那个到北京也碰到许许多多的朋友，当然了，男的女的都有了。哎，男的不用提，啊、你说啥的，都喜欢，就是高兴。是，是，今儿不光您来了啊。在这个台整个这屋里边，就是其实大辈儿，除了刚才坐轮椅那几位啊，嗯，也就算您算一位，哎，啊，还有一位我们得管他叫点儿，啊，是，也在，他很遗憾他没在台上，他在台上我们俩能把他说死，没关系，不知道听见没有，我可以骗他，我把他骗上，我这就是说相声的，你知道吧？不是，有好事就不能便宜了，也是我的好朋友，哦，啊。说了嘛，我们同行嘛，然后这个我还拍过他的戏，哦，还导过我的戏，我还挣过他的钱，可以，好朋友，经常也有点来往，嗯，我可以骗他，我就说我出事了，然后真喝得出去啊，他准来救我，那行，哎，哎呀哎呀，张国立，郭德纲非礼我，哎呀。郭立叔，行了，这是给骗来的，这是啊，不是，哎，怎么着了？倒是，嗨，刘维说话不算话，拿了钱了不干活，站台上一句话都不说。刘维他一直都这样，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就是啊。我说什么来着啊？刚才你们说他，我都在后台听着呢。真的呀？真解气。听着痛快吗？痛快。你看我们这行就这样。我上来你可别这么说啊。您放心，不能够，因为你婶儿坐底下呢，知道吗？好。那行嘞，哎，你要不告诉我呀，还则罢了。怎么着？你这是？你这一说呀，我得好好的夸一夸。那我现在先走吧。别走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。夸您呢，夸您，夸您。行，这个你都能受得了。对，我夸不是我说。国立老师不是说相声，但是说相声就像我们这辈儿。还都管他叫声国立叔，对，有这事儿。你哪怕岁数比他大，见面也叫声叔。嗯，为什么呢？他跟说相声有一种特殊的关系。嗯，我们是拿他当成家里人。哎，算家里人。还真是。你看，刚才刘威我们叫威叔，是因为他有门户。嗯。啊，国立叔是因为80年代的时候他在侯宝林先生家里边住。对。公司头条。哎，对对对对。一进那个院儿，这边房是老侯爷住。这边的房是国立叔住，对，所以说因为这层关系，你看他跟我师父何耀文先生
也是哥们长兄弟短的莫逆之交，所以我们比这还早呢，还得早，跟你师傅比这还早。嗯嗯，我当时在成都的时候，嗯，你师傅到成都去找一个叫王永梭的，哦，学谐剧，是谐剧也是一个人说，嗯，你师傅一看说，哎，这不错，嗯，然后去找人家学去了。你瞧你师傅这人，当时说相声已经说到那份上了，一看这王永梭，嗯，就跑到成都去了，还这么在那儿学习的时候，跟我住一屋子，嗯，我那屋子住着高元军的儿子高洪顺。哦，哎，这是快书，快书，山东快书，对对对，我也学了不少，也学快书了，学了不少。嗯嗯，然后还有一个叫刘宝瑞的徒弟，嗯，叫周德利，嗯嗯嗯，哎，再加上你师傅，我们四个人睡在一屋里，一人一把脚，跟你师傅认识更早，所以说您跟我们之间是有渊源的，嗯，因为这个原因管您叫叔，对。但是人家专业，人家是拍戏的，是，而且因为没有这个，没入门，哎，没德纲呢，因为是跟师傅的感情，是，所以呢，德纲也尊称我一声叔，应该的，这是应该，您甭客气啊，哎，不，应该的，你看你跟这个叔你就得客气，那错不了啊，您是大导演啊，您红的时候我们还没范哲呢，嗯，到今天德云社二十年，您拍那个最著名的戏也是二年，那个电视剧叫《康斯威西伏访记》，1996年。别，等会儿，因为这个等会儿，康斯皇上啊，别，你先等，有康斯皇上吗？这对呀，啊，你再说一遍吧，这戏，我就太激动了，康斯威夫斯访戏，康熙，康熙啊，哎，康熙威斯伏访斯。您给他解释解释，怎么说怎么说，快点拍个戏，叫，哎，大伙儿都看过吧这个戏，整整二十年了，二那一年我拍这个叫《康熙微服私访记》啊，郭德纲呢忙什么呢？啊，郭德纲忙着生了一个郭麒麟啊，也没闲着，也整整二十年都没闲着，多快，啊！你再说一遍，我这戏叫什么名字？康熙，哎，微戏服私访记，二十。不是你在从康熙微服私访记，真难说，就这个多难呢，这个就这个音译，诚心音译，康熙微私服西服记，哎呀，我一定说对了，康熙微服私法，康熙微服私法服法记，康熙服法记，怎么叫给康熙毙了你这个，康熙服马记。伏马记，我是马记，我是马记，瞧，招出来了吧？我不是，你招出来了吧？你非说别人爸爸，你可着于谦一个人说行不行？哦，那是那是，哎，不是，甭管了，我就愿意叔们上来，你知道吗？对，这上来我省多的事儿。康熙微服私访记，哎呦喂，好不容易说清楚，终于说清楚了。这个戏都二十年了，二十年了，我的个天哪，可了不得啊！嗯，一晃。二十年啊，真快，就跟在眼前似的，这可不嘛啊！我们看过国立叔现场工作，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。嗯，实话实说啊，没有说大导演，我有制片人，我跟谁铁石辣嘴没有。啊，我看过他挑演员，嗯，特别好，特别和善。嗯，哪怕小演员也他怕你害怕，坐这儿来，美女坐下。美女啊，脾气好啊。脾气好吗？你还跟着帮呢？人家没说什么啊。好，和颜悦色嘛。啊，对。美女坐那儿。嗯。演员们倒火气挺足。谁美女啊？哦。啊，好，来，这大姐坐这儿。谁大姐啊？这小姐你坐，你才小姐呢。这位同志，同志，谁跟你同志？不是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是男的。哎呵。眼神差点，男女我都分不清了，岁数大了嘛，是不是啊？但是人特别的好，和气嘛，疼人。嗯，他跟我其实是老乡，天津人，天津人。嗯，七岁之前，国立叔是在天津长大，是天津人，好做饭，嗯，有手艺，嗯，有事没事，德纲上家来，好，我给你熬鱼吃，还真是天津这个水旱的码头啊，对，有鱼，天津人好吃鱼，海货，到家去特别感动，这么大岁数一脑袋汗，带着套袖给我们做饭。厨房里边热气腾腾啊，掀开锅盖，给你做鱼吃。啊，咱一看锅盖里边，锅里边好一锅鱼汤啊，葱切的一样大的段，嘿，姜片切的特别的薄，嗯，还有两个干红的辣椒，好看。里边还有一尾游着正欢的鱼，哎，这到底是会做还是不会做呀？这忘了开火了，他不懂得开膛啊，很好。嗯，你别看老开玩笑啊，这时候在台上有时候也逗着玩，但实际上他是个保守的人。
怎么这么保守？真的，我们台上我们这三个人其实都是保守。首先说谦儿，啊，谦儿就是一个特别保守、特别脸皮薄的人。我是传统，你想，孩子都不是他自己的啊，谁说的？害臊，没有这么保守的，特别害臊。这不是害臊，这也得承认，知道吗？跟嫂子搞对象那会儿也是搂了一块，呦，臊的他呀，德刚快帮我，快帮我，快帮我，没有。有这事儿啊？用不着帮忙。对，我觉得这事儿用不着你帮忙。说这个意思，保守，我也保守。嗯，你我也是个保守的人。呵，我打那儿一走，一瞧那边两个孩子，初中生，嗯，一个男孩，一女孩，穿着校服呢。嗯，俩孩子搂着一块抱着，在墙角那儿跟那儿亲。我真看不了，说句良心话。是吗？我们这个人呢，哎呦，把我气的。是啊。我就站着，这孩子们这么才多大？你们要疯啊？是。我看一个多钟头。哎。呵。你那是过瘾呢。对。孩子们真得批评他们啊！啊，那叔也是，我保守，国里叔也是啊。走了街上，看那一女的，跟那蹲着，穿一低腰裤，低腰裤露着半拉屁股。嗨，把国里叔气的，不看，蹲下，生气，我生气，一生气就蹲下，我生气，蹲着屁股后边，啊，看四十分钟。我蹲在屁股后边呢，看四十分钟，嘿，气的呀！啊，一会儿我打那边过来了。哦，啊，我走过来是因为那俩孩子回家吃饭去了。你们这儿倒班看的，倒班来了，哎，三班倒的看人家。我这揉着眼，走到这儿啊，得，叔叔干嘛了？嗯，他看见我了，气的他扶着墙站起来，腿都麻了，腿都堆麻了。替我盯着，还替，我歇一会儿去。嗯啊。一会儿二十分钟我换你啊，好家伙，活动活动。他上旁边歇着去。嗯，我蹲那儿吧。嗯，书上看不得不看的是吧？是啊。好家伙，我心说这女的真行，多冷个天儿啊，低腰裤露着后腰，是半拉屁股都露着。嗨，后腰还有四个字写着我爱于谦。你回去没有啊，于谦，多新鲜！没有没有，我要看见那是写着我爱于谦，我早走了，早喊我去了，早喊我去了，哎，挺好。反正不管怎么说吧，我们有这么一个叔啊，一块待着，不管是拍节目啊，怎么拍戏啊，在一起，老觉得特别的踏实。嗯，啊，有时候私下里一块吃个饭，喝个酒什么的，嗯，很好，人很正直，是实话实说。在我心中啊，我老觉得他那个感觉像个老太太似的。为什么呢？怎么操不完的心，心操心。他打这过，这谁的他都给立起来。哦，哟，这谁的？哎呀，这孩子低腰裤。哎，别说这低腰，没有这低腰裤。这跟这低腰怎么就没完了就？就老得有这个啊，挺好。人家没说过相声，今儿给人姐姐上来，不为了别的，爷儿姐一块乐呵乐，乐呵。哎，嗯，因为越往后啊越可乐，你知道吗？因为前面这两位呢，大伙儿你们觉得？站着说相声还像个正经的相声艺人，嗯啊，后边要再上来，第一他不是个相声艺人，第二他也不正经啊。对，主要是不正经，要多不正经有多不正经是吧？您歇会儿，我们跟他们玩会儿。我他叫上来。得嘞，那太好，您请他们出来吧啊。好嘞，得嘞，好嘞，咱们下去。那我下去。来来来，我们谢谢国立叔。哎，行了，这算行了。接下来我的狐朋狗友要陆续登场了啊！哦，我们先来个有头发的，先来个没头发的呀。你们见过有这么正经的主持人吗？有这么不正经的说相声的吗？哎，我好遗憾，这些年我在相声堆里也没交那些朋友啊。嗯。但是在娱乐圈里边还有不少好哥。对不起，我打断一下，我不在娱乐圈啊。啊，真的啊，贵圈的事我也不太知道。哦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我餐饮业了是吧？哎，餐饮业，我抻面是吧？那个我们两个现在要合作了。哦，对，以后要整的事儿还挺多的。是是是是，我们正经的狐朋狗友啊，好哥们儿也不太多，我觉得他算头一个。嗯，啊，这是实话实说。你这人性。有朋友多，你看就像这样，刚才一个个下去，再到三十年的时候还有没有朋友就难说了。我会比你们都装在盒里边摆一个，是装盒里还是挂墙上？嗯，那边还有位子吗？可有啊。嗯，
他从来没在这种舞台上说过相声，他害怕，在别的舞台上也没说过相声啊。但是我呢，我说我送你一大褂，他说好的啊。什么人性这都是，我这出息也大不了了，为一件大褂打着飞机来，哎，打什么？哎，郭德纲粉丝的品味就是这个样子，这还忍着呢，这还啊，这个我给他做一大褂，然后你看你没看见黑丝的平绒的高领儿，跟小凤仙似的啊。什么丝？黑丝啊？不是，你的袜子呢？啊、说好是蕾丝的吗？还带花边的？那是啊。那个你没学过相声是吧？真没有。那就好办了啊，来呗。那个建祥在后边说，你把脖子洗干净了上去。哦，听听前面两位，我后边还有一位在洗脖子呢。哦，那行那行，一个个来。我跟他好，其实有一点是因为我们俩这头发能聊到一块儿去，差不了多少。我原来也是有一头秀发，嗯，年轻那个啊。哎，香港回归以前的时候，嗯，后来人家就给剃了，剃完之后觉得挺凉快，这一下就到今天吧。对，你还能再留起来头发吗？说这有意思吗？嘿，我问问，我觉得谁还没点优点呢？因为什么呢？他现在拿这个剃头啊，当一个乐趣。怎么说？因为我这个随便后台谁都行。什么叫助理啊？经纪人张三李四，来收来来，给剃一下就剃了。嗯，他是一定拿这个当一个正经的一个消费，找一个什么剃头的那种小房子啊。你就说剃头房就行了。对，嗯，什么房？洗头房。嗯，哎，不是，刚才说的是剃头啊。啊，不，这有时候也洗。嗯我去洗头房也是作死去的，往那一坐，来弄头，那小姑娘拿过来单子来哈，哇，一记，哦，还真会。嗯，孟老师，都认识我，您这眼睛瞪得好大呀。嗯，废话，嗯，再勒紧点还吐舌头呢。呵，再勒紧点就挂在上面，眼睛勒大的。剃头啊，去火。嗯。贵人不顶重发，老话说的一点儿都不假，嗯，有道理啊。一个这剃头是爱好，还有一个爱好，他好喝酒。哎，对，真是，这是，对对对，这是我看到有人发微博，跟是张三李四老在一块喝酒。嗯，你要是有时间，你跟谦儿一定喝一回。我们喝喝过一次，我们喝喝过一次啊。嗯，是。最后结果怎么样？谁吐了？过了24个小时，他苏醒过来了。哦，对对对。然后到了下午快6点的时候，他说啊，谢谢大家关心，我没事。嗯，哎，我那是于谦过生日，没错，第二天才发的感谢宝。是，他有时候自己一个人，孟非也爱喝酒。嗯，啊，我们录节目那会儿，有时候我看他，嚯，一个人喝着酒，跟那玩德州。哎，一个人玩什么德州啊？我不会那个啊。啊，一个人玩德州。一个人怎么玩德州？扒鸡啊。司机是。我倒是爱吃鸡啊。哦，谢谢你的坦诚。这是我最好的哥们儿，嗯，经常夸一电话，你快来吧。怎么着？我跟很多日本演员在一起。哎，又玩德州呢？确实，不，这不是德州，这不是德州，是在日本本州啊。哦，我在本州啊。我确实去日本次数有点多，嗯，说多也不多，不叫事儿。我发个微博说去过6次，那个某网站的娱乐版还给我上标题，孟非去过6次日本。嗯，说实话，去归去啊，我是作为一个消费者。消费懂吧？明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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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对对，越说越清楚，越说越清楚啊！一般都是消费者出事儿，从洗头房就开始了，是吧？我在日本其实有的时候是消费，有的时候也有时候别人请客呗，是吧？这个理解理解。有时候也跟那些同行做一些交流，但是我跟那些女艺人倒不熟。你说什么小泽玛利亚呀，什么波多野结衣啊，什么松岛枫啊，跟我都不认识。哦，你要这么一说，我就踏实多了。啊，他这真是跟我喊过，嗯，来吧，好多日本演员都在，你都叫得上名儿的。哇，咱一瞧，好哥们儿，让去去吧。啊，去了我才知道这人骗我，因为也不可能每个都叫上名字来。我那也行，我就认识3个。谁呀？北野武、高仓健，还有演《横路径二》的，是吧？嗨，嗯，那不怎么样，挺好。嗯，不管怎么说，哥们儿兄弟一场，这么些年来，嗯，在我心目中，有时候你们看老孟台上。口无遮拦说一些不中听的话，实际上私下这个人很龌龊。你友好没有？对，你不如不说后边那句话。真的啊，这个哪天咱们一起喝个酒啊，好不好？可以啊，哎，圈儿哥得在，那一定，他必须得在。嗯，因为我这个人很无聊，我也不爱喝。那倒真是啊，我就不喝酒，内向。圈儿哥可以，
我能聊。谦儿哥可以跟你们一起聊天，说一些个山呼海啸的事情。对啊，对啊，挺好。那个今天嫂子有没有跟来啊？这种外事活动我一般不带家属。哦，行，他要是不来的话，今天我就给你安排一下，好不好？有这个福利吗？有啊有啊，那我大褂可以还给你们。哦哦，大褂你也穿走，没事，不方便。我已经安排孙悦洗澡，然后一会儿喝酒了。孙悦，挺好，因为嫂子特别好的一个人，嗯，老说到嫂子就没好词了。哎，不不不，你这个嫂子跟他那嫂子是有区别的。哎，你要说谦儿哥那嫂子，我行了，我能说出话来，我告诉你。我也是难得来一次。哎，孟嫂子没有，孟嫂子老老实实的这么一个，好人家的良家妇女。当初老孟追嫂子也下了本了，是吗？啊，求婚。哦，这给嫂子都得这样，给嫂子带到珠宝店去。哎呦，那可贵。柜台里，你看哪个你喜欢啊？你看哪个？这是银的，这是铜的戒指啊。这是珠宝店吗？带的那？这是铝合金的啊啊，这是做门窗的地方。这是钢的，这大，这是马蹄。啊，这你看你挑一个，这钉长来了上这，把嫂子气的。那边的柜台行不行？啊，那柜台钻石，哎，钻石一克拉两克拉，嚯，我来半饭盒的是吧？各式各样的啊。嫂子也是一指那最大的四克拉呢。嗯，这个老孟都没眨眼，不犹豫，来，这给我拿出来。嗯，服务员吓坏，我的天哪，多少年没拿出来过，拿出来了。老孟举着这个四克拉钻石。嗯，单腿跪地，你坐一遍，来不了，腿疼。冲着媳妇儿啊，铁锤，那是月月的媳妇儿啊，佳佳儿，佳佳儿叫什么？还是丁长的？你这，我的德州啊，哎，甭管叫什么吧啊，亲爱的，我向你求婚，你会答应我吗？嗯，嫂子眼泪下来了，答应，答应你，高兴站起来啊，一回头。来，收起来吧。哎，嗨，我没买，合着。后来呀，啊，我其实就娶了那个售货员。这个在后台啊，这从前天，嗯，孟非就给我喊微信，到底让我上台说什么？求求你一定要告诉我啊！我说你来了就知道。要早知道是这个，我就真不用准备了啊！就是啊，我也就不用准备了啊！这活说完了才轻松吧？为什么请您来？哥们儿兄弟一场，咱们聚在一起，观众也想看看舞台上新鲜的事物，热闹。今天说完相声，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新的认识？对，我还挺喜欢的，真的，我就爱跟这样的人交朋友。你看一出去，你看刚才一上场，嗯，300多人，嗯，管我叫大爷，你看，哦，就喜欢这个。不是，这他辈分嘛，这他的徒弟嘛，这是好多都是他的徒弟嘛，那是特别好。嗯，可是你要说300多人一起骂这个大爷也很壮观。我经历过这事儿啊，你别不信。哎，老孟除了做节目之外，本身呢也做小面餐饮生意。嗯啊，这个小面生意我就没见过一个卖小面的能生意做得这么大。嗯，而且现在大的不可想象。嗯，于是他跟我们两个人勾结一起。哦，近期准备把这个小面推广到海外去，头一站就是澳大利亚啊，对，墨尔本，然后我们就一站一站的推下去，嗯，啊，把这小面发扬光大，对，好，然后呢，嗯，这个不光有面，嗯，德州扒鸡也会带去，嗯，那是就不光带德州的，那是带点日本扒鸡去，但是我老孟还有黄建祥，我们这几个人还密谋着干点大事啊，这个我们这也没有水平，也不识数啊，反正去愿意做点大事，但愿咱们能成功。你那个他准备捣鼓一个基金，那基金的名字很洋气。那是我们三个人，咱们叫，嗯，他说我们那个本来说叫三个老炮，后来他说短一点，洋气一点，他就直接改成了三 P。我黄建祥、孟非，我们这个基金叫三 P 基金董事局。我们有个群，就这仨人，叫三 P 基金会董事局。嗯，我倒是也没往三个老炮那儿了解。你比我们可坏多了。反正不管怎么说，这么些年来，包括做非常了得的时候，大伙儿对我们就哎很支持，无以为报。借这个机会，谢谢各位，也谢谢老孟，您辛苦了。好嘞，谢谢。最后也祝德云社万年长青啊！谢谢。我可爱跟外行一块说相声，是吗？哎，你看这交情好，就让你多说两句。哦，交情不好，你就没有还嘴的机会啊。
因为你要跟谦儿天天在一块儿，这都快成精的人了，你知道吗？你要想占个便宜可难了，还难呐！我这些年我净吃亏了，真的。我怎么没听出来呀？那是我跟他一块儿合作，我把我们家人都搭上了，真的，不容易啊！哎呦，这个您受累了。那是看看，这倒不客气。哎，谁跟你客气了？行嘞，啊，越玩越开心。我们还有一位爷呢，啊，那是啊，来，掌声有请冯小刚导演。这算是行了啊，哎，算行了啊，这个我们台上终于来了影帝了，哎，挺好啊。六爷，我喊六爷啊，六爷。刚才在后台跟我说，穿着这身大褂，一下就六爷附体的感觉了。嗯，我特别羡慕人家，我这辈子也拿不了影帝了。那是，但这辈子我要努努力，可能还能拿下几个影后来。哎，呵，您这两码事了，知道吗？你站我后边，你就是影后。我站在影壁墙后头。冯爷这会儿心情如何？特别高兴啊！今天是这个德云社的20年，是的，这个20年啊，能够没有垮喽，啊，到今天还挺，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，适合在大喜。而且呢，这个他不是光你要光说相声说得好，啊，因为德云社这么大，好几百人吃饭，他也养活不了。他还是除了说相声，他是多种经营的德云社。对，你比如说有德云社的服装厂，有德云华服，我们穿这些大褂什么的，都是德云社这个出品的。嗯，德云社葡萄酒有，哎，啊，刚来这个，然后呢，刚才我们的后台啊摆的这些中华烟呀、茅台呀。我问谦哥，我说。敞开喝啊，谦哥说敞开喝，说我喜欢喝，郭老板一直给我们俩约，说一块儿喝一场。对，后来我说这怎么敞开，这么多人，这是真的吗？旁边有一个那个河南的一徒弟急了，咦，叔，咱自家做的能有假？我只有一个河南徒弟岳云鹏啊，市面上的奶粉有一半啊是德云社出的。我的天呀，就是那有毒那半。这个您这么一说，我心里踏实多了啊。哎，这离得近了不远了。是啊，这个我们在台下聊天的时候啊，这个冯导经常谈一些相声界的事情。我就老说，我这什么时候一定找机会上台说一说。到今天我发现他有说相声的潜质，真的，实话实说啊，幽默感不是他把对方喝得出去，真是挺好的啊。他那个老炮的首映式的时候，我跟谦儿我们还赶过去看了啊。对，看这戏没演到三分之一的时候，我们俩就感慨，嗯，我说这找他太对了，是实话实说啊，没有再合适。你要换别人，出不来那个镜头，是啊，那个。这是感慨的，特别非常。后来我想，这是一个商机，为什么呢？我说这个老炮儿这种题材还是可以多做的，是吗？后来我弄了一个电影本子，就是类似东北的题材，哦，叫老瘪犊子，往上一报啊，电影局啊给我撕碎了送回来的，给你送回来就不错。然后那工作人员拿一兜里边撕碎了，说一定要见到本人。局里说了，得扔他脸上啊！嗨，得多恨你！今儿我看见管虎导演在下面坐着呢，哈。是啊，管导，你要什么时候拍续集，比如小炮、二炮、连环炮，就想着找我，咱们一起合作啊！瘪犊子，我们就放弃。对，我们推荐于谦老师扮演这类人物，是吗？因为他身上有纹身啊！别提纹身，他。后背是字儿，就是跟他媳妇儿那字儿，前胸纹了一条鱼，活灵活现的啊！是是是，每次游泳的时候都让人给捞上来，是吧？好的，我还是仰泳。仰泳的时候又在游泳池里边撒尿，可够讨厌的。别提。咱们哪天约一回喝酒吧？约来一酒局。
其实我说句良心的话，我不喝酒已经很多年了。嗯，我二十来岁喝酒喝得凶，后来家里人劝就不喝酒。但是做《笑傲江湖》的时候，哥俩在一块儿，他叫我一定要喝酒，我打那儿我就把这酒给破了似的。还有宋丹丹，丹丹姐我们一块儿，嗯，对，一块儿喝，喝了两回吧，这要，嗯嗯，酒店里喝一回。但是他说一直跟我说说这个，明儿给谦儿哥这介绍。哎，对，他跟我说过，他说我给你应了一局啊，咱们今儿晚上吗？可以啊，一会儿散了咱们可以可以，行嘞，上我那儿喝酒，咱们一块儿。嗯，我差不多可以下去了。不了不弄了，好容易来了来，着什么？他还没说痛快，那是啊。聊啊也没有正经，为什么呢？这哥几个在一块儿有什么可正经的啊？都这个岁数了，就聊聊喝酒啊，聊聊什么挺高兴的事呗。我爱跟他一块儿待着喝酒。因为跟他喝酒聊天你不用说话，你听着就行。我不知道你们哪位跟冯爷熟啊，这屋里坐六个人啊，他这儿开始喝酒就聊天，什么都能说，山南海北，你不用大茬啊。冯导酒后要爱说话，哎，是性情中人，他说他的，你们几个聊你的，把那情去了，性人性挺好挺好，有菜没菜也无所谓，嗯，喝酒人不为了菜，有时候他就是跟人玩个酒令，那还是有情绪啊，那是啊，嗯，喝多了，嗯，冯导，两只小蜜蜂啊，嗯，飞到花丛中啊，嗯，飞呀，啪啪啪，哎，飞呀，啪啪啪，还是情趣，还是情趣，就这喝点酒，这不算是不算什么不好的爱好吧？你就捡喝酒的说了，那是别的他也没有，也没听说他什么。不良爱好啊，也不爱花钱，嗯，不能把话说死了。反正我知道不爱瞎花钱，对吧？就钱都花在刀刃上。刀刃，因为徐帆小名叫刀刃啊。咱仨人要这么站着胡说，我估计能说到天亮。那个他现在肯定是不知道怎么结束了。哎，您要是有主意，我听您的。要这样的话，我把这台我交给你们俩，我光看着你们俩，我也不说话。徐老师啊，咱们是再玩会儿啊，咱们是下去喝酒去。肯定再玩会儿，大伙儿也爱看。真的呀？这么着吧，啊，你说，我出个主意。好，咱们刚开始确实是想请诸位上来，嗯，哎，大伙儿一块见个面，聊几句。嗯，现在呢，真没想有什么结束语。这个我知道，冯导呢是学声乐。好。我的天哪，哎，因为这个声誉啊是国家的声誉，学声誉的那不用学，那个我的天哪啊，那么神奇哈，学过，这个我在电视采访当中听冯导还唱过，相当棒，大伙儿愿不愿意？有吗？听一下。有，还真有。那这是个好事啊，还真有。要既如此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好好听一听，您给我们来两句也行，好不好？啊，五环花那么些钱听这个破歌可不行，好吧，嗯，估计今儿咱们也没准备，咱哪天好好聊一聊啊。好，他是爱唱歌的人，是又爱唱歌又爱喝酒又爱唱头啊，嗯，你们能改了再给我啊，能玩到一块儿去啊。嗯，那得嘞，那是今年是德云社20年大庆，是冯爷咱们约一下啊，嗯，30年40年50年您都得来，好不好？50年大，我今年58，嗯，30年之后，现在是20年大庆，对，嗯，德云社50年的时候我88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我抬上来，你能走上来，嗯，真的啊，您跟刘威一块儿都捆着，咱们一言为定，好不好？好嘞，我们谢谢冯导，也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，好，记住了，50年大庆的时候他还来啊，再见，谢谢。